再说一遍案发经过。杀人犯持续犯案，社会人心惶惶下，检警侦办能力再次饱受质疑。尸体是被骗人的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杀了前四名受害者。你们调查多久了？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嫌犯可以锁定，没有一点线索。凶手身高180上下，外形出众。以犯罪手法来分析，这是属于有组织的性虐性。我可以帮你们破案，条件是替我翻案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时间不站在你这边，再拖下去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。学姐，梁安东啊，你到底计划多久啊？整个冬令啊，你搞得人心惶惶。我手上有你感兴趣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兴趣帮忙？帮什么忙？点火。自己摆脱嫌疑，从头到尾根本没有什么连环杀人命案。绝大多数的警察都是想着如何抓到坏人，可时间久了，其中的少部分人便开始想着如何制造出犯人。